在疫情一来很多的科技急速发展，然后大家的应用应该开始越来越纯熟的了。究竟这个浪潮是怎样的呢？还有在不同的 category 底下，我们应该去怎样去看呢？如果有意投身这个行业的话，其实Michelle 稍后给一些意见，啲年轻人咁样，或者有志希望想转职的人，或者转field的人，看看有什么要 prep 自己，好唔好？